让充满回忆的车子、房子获得应有的保障。State Farm 让您稳健一生。Hello, this is Charlene. Welcome to Culture Club News. Subaru 所生产的2017年 Outback 日前是获得了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遴选，成为了预防事故科技以及最适合青少年最佳车种，也就是 Best New Cars for Teens for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rash Protection Technology. 另外呢，也获颁最佳的品质奖哦。在此之前， Outback 还通过了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 最安全的车种头衔。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是全国性的刊物，专门给予消费品各项的建议还有资讯。在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针对时下共108辆上市的新车，细分为8个类别予以评分，包括了汽车 Cars 以及休旅车 SUVs 以及 Crossovers 到青少年最佳新车 Best New Cars for Teens 等等的不同类别。评审们给分标准在稳定性、撞击测试成绩、驾驶者辅助装置、价格等等， Outback 不负众望获得了该杂志的大力推荐。 Subaru Outback 在20年前即开始进驻市场，活跃整个 crossover 市场潮流，绝佳造型设计还有卓越的安全性能获得了消费者的高度评价。今年新发作的 iSight 驾驶辅助科技以及主动式巡航系统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结合，还加入了预警刹车 Pre-Collision Braking、车道偏离警告装置 Vehicle Lane Departure Warning 等等，造就 Outback 得到 Top Safety Pick Plus 最佳评等。 IIHS 甚至给予搭载 iSight HID 头灯的车款 Superior 等级的评分。 Outback 的外形设计抢眼，全车系列入了标准配备的全时四轮驱动性能出色，加上优渥的内装布局，赢得了多项大奖的安全科技以及绝佳效能的油耗表现，均将造车的水平拉抬至最高境界。今年7月份， Subaru 销售呈现连续68个月的成长， Outback 更是缔造史上最佳7月份销售佳绩。让充满回忆的车子、房子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te Farm 让您稳健一生。